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周才见面，那我想佛教讲因缘，所以我能够到少林寺来，特别是澳洲的少林寺，这也要有缘，因为我的传承就是少林寺，所以我跟永兴大和尚也很熟。那因为我的师公师父都是河南人啊，这个叫因缘。所以今天我也第一次跟我们严孔法师、严彻法师、严毅法师见面，我内心非常随喜，因为三位非常端正，而且能够在这边住持佛法，特别是释迦牟尼佛的心法禅啊。所以每次在机场，很多人问我，外国人问我，都是讲我你是不是少林寺的。然后他就问我说，你修什么禅的？他就比这样，我就说 No in my mind 心灵少林禅，不生气，不吃肉，不想女人他就很讶异啊，你可以做到这样 Right 怎么做 Patient 你要忍，没有别的方法最后就不用忍这样。那我想后来我会跟他说，我修的是慈悲禅，就是专门做好事。他问我做什么好事，喂海鸥啊，喂鱼啊，刨你们的坟墓啊所以我想，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是，世上没有秘密，你也会我也会，这样可以，任何人都可以。好，一开始来请合掌，请跟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一心顶礼，达摩祖师，少林寺传承祖师，一心顶礼，永信大和尚，常住法师，我为父母众生，澳洲有情，六道众生，以大悲心发菩提心，安住空性，参加法会，愿所有功德回向法界众生，澳洲地区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众生离苦，同成佛道。请放掌。各位，刚刚在念是你最美的时候，最庄严的时候，因为让我们的心跟佛陀合在一起，
修行就是这样。合掌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一只手代表佛的圆满的功德菩提心，这一只手代表所有受苦轮回的众生，很苦。所以如何把佛的圆满的功德帮助受苦的众生，就要靠我们的一个无分别的禅空性的力量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来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们汉人喜欢念佛，这个念佛，一心念佛什么意思呢？事实上你念阿弥陀佛，念观音菩萨，就把佛的心，你相信佛的圆满的力量进入你的心，然后再透过你的心，你想到袋鼠，你想到可怜被火烧死了，他就可以得到离苦。我们是佛陀圆满的功德跟受苦众生的什么？念一下，连接点，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你平常脾气不好，贪嗔痴，但至少在念佛那个时候，记住这个原则。地下室乌漆麻黑，但是我们一个小小的镜子，可不可以把澳洲这么亮的太阳折射到地下室？可不可以？我们就是这样就好了。只要你专心愿意，你对可怜的众生有悲心，你对诸佛菩萨的功德有信心，然后加上你愿意一心为他们，所以念一次信心、悲心，成就一切，没有很困难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是你要不要？救你自己。今天讲个最难听的，你老公有外遇了，你朋友钱不还给你了，你儿子生病了，心里乱了。当然，我们没有能力处理这个事情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，把这个能力交给阿弥陀佛，好不好啊？交给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交给观世音菩萨。观音菩萨说，你碰到外在的苦难，你一心念我观音菩萨，外在的苦难消除。观音菩萨说，你内心升起了贪嗔痴这些你没办法解决的烦恼，但是你意念我，你眼睛闭起来念观音菩萨，想着观音菩萨在你心里面，你的贪嗔痴就不见了啊。所以你世间上你有什么愿啊？我要交男朋友，交女朋友，生好儿女，你用身体礼拜观音菩萨，这个就是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普门品的重点啊。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，我再问各位，做得到做不到？很简单。那你如何保持长久如此？那就对了，这叫修行。但是修行如果没有这些负面的境界，你就不知道你做得到做不到啊。儿子跌倒了，钱不还你了，老公找别人了，南无大悲观音菩萨，这样你赶快念，不要让你的心乱掉。所以这些境界是帮助你修行的方法。请问境界是真的还假的？海涛法师最出名的，真的还假的？假的。只是你把它当真了。金刚经说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幻。所以我就问你，爱情是真的还假的？太好了，那你还在这边干嘛？你就可以剃头了。所以各位，你要看清楚了，佛教所讲的智慧，智慧不是你去读很多经或是看很多书，当然经典帮你的忙可以。什么叫智慧？念一下，看到真实相。这句话我们叫实相、真相、真如，本来如此，一直如此，未来也如此，这个叫真相。请问前面这个花会永远漂亮吗？真相。前面这个花会变成肥料吗？真相。那如果你知道真相，这个花坏掉了，凋谢了，你不会生气，这个叫禅空性超越它。但是好好运用这个花的美来庄严佛法，来庄严你的心，那你就所向无敌了。所以医生说你得癌症，你会很痛苦。我得癌症，
你这句话讲错了，他得癌症，这个叫禅。什么叫禅？你讲无我的智慧，哎，超越他在得癌症，那我利用他来修行可以。心里有没有得癌症？那才是真癌症哦。啊，如果你的内心执着某一个东西，我一定要得到这个东西，我要永远漂亮。所以你的内心里面不要被境界影响，因为境界都像镜子里面的影像。请问电视里面镜子里面的影像是真的还假的？哦，你们已经讲好多次了。这个叫知道。你知不知道？知道，道就是真理，我知道。那你就要练习，这个叫修行。所以修行最重要，归佛归法归身，最重要是法。这个法佛陀告诉我们，万法都是假的、虚幻的、变化无常的、苦的，相不相信？你不相信你就不会来寺庙，因为你认为佛圆满了。南无，南无就是归命，我把我圆满的生命贡献依止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叫南无。依止佛陀的人吗？不是，佛陀的肉体不在，佛陀的法释迦牟尼。释迦是什么？那就是悲心的意思，慈悲的。牟尼，牟尼就是像莲花一样，这个牟尼宝代表智慧，不染着一切。所以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皈依慈悲，没有恨，平等的爱情，智慧没有染着，没有分别，自在显现。智是了解一切，慧是没分别一切。什么叫慧？我现在讲，这一只等于马桶，你相不相信？那你要说是，为什么？反正你说黑我就黑，你说白我就白，因为黑白都是暂时的。我等于你，你等于我，我们等于袋鼠，你相不相信？站在慧，袋鼠也有佛性，中国人也有佛性，澳洲人也有佛性。外表他是澳洲人，我是华人，他是袋鼠，请问他的本体一不一样？这个叫慧，智慧的慧。智呢？那虽然我现在扮演中国人、华人，那我怎么去把这个做好？我扮演袋鼠，那我如何把这个工作做好？这个叫缘起。所以佛教里面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，就四个字背下：缘起性空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。什么叫诸法？高矮胖瘦、富贵贫贱、皮肤白皮肤黑、升天下地狱，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，不是注定好的，不是上帝，不是佛，也不是你爸爸妈妈要给你生着黑黑矮矮的啊。这些法都有它的原因条件。我简单的问，这杯水为什么会变甜的？为什么？加糖，还有它的条件。为什么变咸的？加盐巴。你的生命快乐与痛苦决定在你自己是加糖或加盐巴。所以我在这边必须告诉各位，因为很多人很有心机哦，想尽办法要把钱搞到啊，不择手段要把护照搞到啊，那你浪费了。怎么样赶快拿澳洲护照？我告诉你，种因缘，对澳洲好一点就好了。心里想的，我来澳洲是希望对澳洲这个社会国家有所贡献，那请问你会不会得到一个好的反作用力？所以你就会拿到好的签证，快安全。但是如果我是一个自私，我来这边要来得到什么，那你跟他是对立的。所以各位，你要相信这个缘起。念一下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你用尽心机赚钱不见得有钱，但是呢，你想办法去帮助贫穷人，就像我们今天去水族馆，哎呦，外面好多鸽子啊，给他一点，偷偷给他一点面包吃啊。旁边是海港，没有警察，丢烟给鱼吃啊。进到水族馆开始超度我们。